我知道第二个没有蝴蝶结，所以第一个才是小雪。回答错误，小贝消失。九妹大宝，下面哪个才是小贝？哇，这两个朋友看起来一模一样，这个怎么选啊？那随便选好了，我选一号。回答错误，大宝消失。哦，大宝怎么不见了？好了，不好玩，我不想玩了，再见。小雪，不好了，我们在玩游戏，大宝和小贝姐姐猜错了，然后他们就都消失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？不要着急，九妹，我们去问问希娜，希娜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是你们要找我吗？希娜，你把小贝姐姐和大宝编去哪里了？这个嘛，保密。希娜，你快把小贝姐姐和大宝编回来吧。编回来也可以，不过你们需要和我接着玩游戏。那好吧。编。小气球妹，只有全答对小贝大宝的具体特征，他们才可以回来。好的，那我先来吧。哪个是小贝的头发？我知道，是第二个。小贝姐姐的头发是棕色的长发。回答正确。啊，太好了。下面哪一个是小贝的眼睛？眼睛？小贝姐姐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小妹，小贝姐姐的眼睛。小雪禁言。小妹只能自己回答。那好吧，让我想一想。小贝姐姐的眼睛是棕色的，第一个是小贝姐姐的眼睛，回答正确。还好回答正确了。小妹，接下来你要选出哪个是小贝的衣服和鞋子。第三个是小贝姐姐的衣服，因为她的衣服上有一个蝴蝶结。小贝姐姐的鞋子，第三个鞋子好像长得都一样啊。小妹，你还有10秒钟的时间，选不出来的话，小贝可就回不来了。10、9、8。第二号，我想起来了，小贝姐姐的鞋子上的装饰物和衣服是一个颜色的。回答正确。变。耶，太好了！哇塞，小贝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妹，你太厉害了。还有大宝没回来呢，那这次让我来吧。哪个是大宝的头发？第一个，大宝的头顶有一根呆毛，所以第一个是大宝的头发。回答正确。下面是眼睛，这也太简单了，大宝的眼睛颜色和熊妹一样，都是蓝色的，所以第二个是大宝的眼睛。回答正确。下面是衣服和鞋子，大宝的衣服是蓝色的背带裤，鞋子是一号。不对不对，大宝的鞋子应该是三号。可是我记得是一号啊。是三号，你们决定好了吗？选错的话，大宝可是回不来了。到底是一号还是三号啊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的话，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